我们第二次来到了南山的三姐妹峰，我们特别，我们来到雪梨已经五天了，但是因为秋天，雪梨的天气不是很稳定，所以今天是南山整天会没有下雨的日子，我们特别挑今天来，所以今天能够看到南山最美的三姐妹峰，在秋天的澳洲。要拍到很漂亮的山，而且那风是有好天气，所以我们特别挑今天来，很高兴能够拍到三姐妹峰最漂亮的风景。